爷爷打开我的汉语不去。妈，你看，小小猫咪很对好看。这，你是谁家孩子呀？我是爸爸家的孩子呀。可是我怎么不认识你啊？可是我爸爸家的，可是不认识的。不认识啊？那你赶紧回家吧。啊？你赶紧回家吧。好，我们要睡觉了，你回家吧，好不好？啊，这就是家吗？这就是家。啊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？我叫两岁多。你叫两岁多啊？我叫小雨。哦，你叫小雨啊？嗯。哦。你叫什么名字啊？我不知道。啊，你几岁了？抖音。